我们现在这个锄头已经成这样子了，已经被我们挖坏了。然后从前是王宝钏挖野菜，今天是徐玉洛挖野菜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猜我今天要去挖什么野菜？我们走吧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挖野菜的地方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野菜。这好像谁挖过的？我们刚刚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野菜嘛，然后我们换了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这个锄头已经成这样子了，已经被我们挖坏了，然后只能用手撬了。哥哥姐姐们，野菜挖好了，回家了。你唱着妈妈唱过的歌谣，孤单地走在桥边上。